对，一定要分享出去啊！一定要分享出去。那我们的神秘大咖已经来啦，对，赶紧欢呼声，来，掌声在哪里？来，包总，请坐。好。好，各位宝宝们，欢迎收看我们本次直播啊！今天我们也是请到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我们贝因美全球品牌形象大使孙杨，欢迎。你好，你好，谢谢。还有我们的 CEO 包总，欢迎来，请入座，请入座。哇，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演播室蓬荜生辉啊！好，首先呢，我们要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包总了。包总，我们知道您应该是来贝因美第一次过双十一吧，那昨天晚上一定是激动到不能睡着了吧？东东说的没错，这个我这个职业生涯第十次双十一，但是从来没有昨天晚上这么激动，因为这是我在贝因美的第一次双十一。没错，而且我到贝因美的时候，我特意把我的楼层选在了电商团队，跟朱总他们在一块儿，因为我觉得只有电商团队才能代表着我们年轻一代贝因美用户他们的这种朝气活泼，所以昨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个开锣的那一刻，鏖战到天明，特别开心，是吧？兴奋。对。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也是贝因美的26周岁的生日，那么想问一下我们的包总，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贝因美说吗？对啊，首先祝这个所有的贝因美人26周岁生日快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年龄，对企业对人生都是一个26岁最辉煌的这个时刻，所以精彩从这一刻开始。好，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贝因美呢是创始于1992年的11月11日，到今天也正好是26周年了。那么这一次呢26周年，我们也很好奇，我们的小贝的粉丝们也都很好奇啊，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么优秀的孙杨作为我们贝因美的全球品牌形象大使呢？首先我是孙杨的粉丝，还有我的儿子。我们都是。对，因为孙杨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体育的这个舞台上，非常非常代表一种健康、活泼、向上、积极，一种拼搏的精神。那孙杨有很多故事值得我们所有人，这个称颂啊，包括他手掌的这个印子啊、训练啊等等。对，是。所以从品牌来讲，其实我们需要找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拼搏的这么一种形象代言，同时我们也希望贝因美跟别的品牌不一样。一般母婴行业都会选辣妈，没错，他会选作为家长怎么样去选奶粉品牌。但是我们想找的是找一个用户，就是使用过贝因美的，非常好。对，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孙杨跟杭州的缘分，跟贝因美是杭州的企业，那我想孙杨不仅是代表着咱们世界拼游泳这个行业的这个领军人物，更是我们杭州人的骄傲。没错。那我也希望贝因美这个杭州企业也能够走向世界，跟孙杨一样成为我们的冠军宝贝，成为我们的冠军的企业，所以我们找孙杨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好，说得特别特别好。刚才呢我们的包总也提到了啊，我们找孙杨呢代言呢也是希望找用户来代言。哎，这么说起来，咱们孙杨跟咱们贝因美应该是渊源很久了，小时候是不是吃我们贝因美的米粉长大的？对的，因为我从出生开始，然后我的父母就是是给我是贝因美的这个米粉长大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是知名度啊，包括品牌应该是已经是非常好，对，非常好的品牌。对，所以说因为也是通过这个契机，然后通过我们一次机缘巧合，然后我们就是其实真的是非常简单见面，我跟包总我们就见了一次。对，我们就见了冉总，包括我们可能就见了2次，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经历过往说了一下，我们就定下来了，就合作就达成了。对对对，是，就是也是应该说是很有缘分，因为我相信很多事情就像人一样，第一眼见到这个感觉，包括对一个品牌的这个感觉啊，包括对他我们说这个未来我们这个规划一起这个战略，是这个是从心里发自出来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就像包总说的那样，就是咱们是杭州的品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找到我们杭州的骄傲，然后刚好呢我们杭州骄傲又是咱们贝因美的用户，从小就吃我们贝因美的米粉长大，所以啊体格这么的强壮，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宝宝都能像孙杨这样成为我们的冠军宝贝啊。那么孙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观看直播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我们的宝宝们有什么话想说呢？其实我想说当现在作为每一个
当他们做父母的还好，其实因为我自己就是每天在这样的高强度训练环境下，那么我的父母其实就哪怕我走到今天还是对我非常的严格，所以我也知道看到现在很多有读书的孩子啊，不管其实从事各行各业的孩子，其实他们那些的父母其实都希望他们能可以望子成龙，希望他们可以做社会有用的人才，对作用的。但是首先我们一点就是说，哪怕今天我成为今天，首先你得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强壮的体魄，你得有个强壮的身体，因为做任何事情你没有身体没有健康，你是其实都是空话，对，是不可能去。我们的老话就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是，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在如今现在竞争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压力大环境下，其实更多的时候除了要我觉得要严格要求以外，包括自己自律性很重要，其实更多的时候也要关注现在更多青少年的健康啊，包括他们的身体。其实很多人现在因为工作压力大，是的，然后学业压力大，然后经常我们也看到了不希望看到了很多事情发生。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首先其实就是从小就要开始，从少儿，然后到一步一步青年，对，然后最终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是一步一步它这个发展过，就跟我们一样，就是我们改良一个比如说奶粉一个配方，我相信那时候的米粉跟现在米粉肯定是有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但是那个时候的米粉就已经把我们的孙杨养得这么的健壮了。对，那么就是一步一步通过每一步环节新的这个配方，没错，才到今天。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呼吁就是现在在网络在观看的无论是父母好还是青少年朋友们也好，我希望其实大家更多关注自己的健康。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每天睡前喝一杯牛奶，其实我是真的到现在一直都保持像以前的时候，每天晚上大概是一升的牛奶，一升的牛奶，对，每天晚上就那时候再小他差不多一升的牛奶，然后早上起来也是差不多一大碗的牛奶，然后对，然后所以长得高也是这个也是窍门，对吗？睡前其实喝牛奶是有助于这个那个帮助睡眠啊，然后而且还有助增长个子，对，是因为它牛奶里面还有钙质嘛，没错，钙质就会让在成长中的青少年，让他们这个骨骼发育啊会更好，对。好，谢谢啊，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奥运冠军孙杨。那我们也相信啊，我们的孙杨跟我们这一次和杯美的合作，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也像孙杨说的那样，大家都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这样呢，我们的宝贝长大之后都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的冠军啊。那今天既然呢是我们杯美的26周年，那所以呢，我们包总和孙杨其实都是带着礼物来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发礼物呢，我们要玩游戏然后发礼物啊，不然的话就感觉要让你们两个送礼物太轻松了。既然两个人来，好不容易世界冠军来到我身边，怎么能不稍微的啊让他活动活动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小小的游戏，这个游戏其实蛮简单的，大家会看到在我们面前放了很多我们贝因美旗下的一些产品，对不对？然后呢，会看到了没有，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标签，这上面写的是我们贝因美26周年的一个 logo。 其实啊，在我们整个直播间里面一共有26枚，所以现在呢，两位啊，包总和我们的孙杨要合作，在30秒的时间内找到这26枚的 logo 标签，然后30秒，对啊，两个人呢，你们是吧？那你在哪一块的这么大区？你藏在那个盒子？哦，没有，就在我们这，我们坐这边，okay。 我们坐这边啊，就是30秒。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墙上算不算？在墙上那个，你说那个吗？我们要那小的红标，当然你都可以硬凑，我觉得都可以硬凑啊，都可以。然后呢，只要找到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反正今天我们包总是和孙杨是带来了一个大礼，大礼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揭晓。我们首先呢，先来玩这个游戏啊。孙杨已经在想了，哎呀，那26个那个标签在哪儿呢？计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手机准备好了没有？好，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站起来啊。好，30秒，3、2、1，开始。这一个，这两个，对吧？你们俩好秀气哦。这两个，这两个太秀气了。这还有一个，这还有吗？你看，这五个，再有一个。10秒了，还20秒啊！我告诉你们，我帮你们好不好？因为之前工作人员告诉我，有的地方藏了很多。看到没有？8、7，还有人想帮他们吗？好，我知道有位姑娘的
袖子里有，有位姑娘袖子里。时间到了，时间到，包头上给你。好，这个看上去是不太可能完。到了，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两位啊合作，然后在我的帮助下，他们拿到了几枚啊？来数一数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啊！那说明在我们这位姑娘手里还有好多呢，是不是啊？还有十个，不全是，其实还蛮多的，在我们这还藏了一些。对，我们认为孙杨其实因为在我们这应该最高的视野，应该是最宽阔的，所以应该能找到。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两个人真的，我觉得是。并没有拼搏精神啊，特别随意的在那边找。那么既然找到了十六枚，我觉得也算过关了，对不对？因为反正那个你的也算进来了，对不对啊？算进来了。OK， 那么我其实我都知道放哪儿。那我跟孙杨，我觉得我们俩来了，就是我可以马上找到二十六枚。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来了，咱们就故意输掉。为什么呢？因为故意输掉啊。太棒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桌上摆了那么多礼品，我们昨天那个直播我们玩了很多游戏，我们也送了很多礼物，送那个礼盒呀，送那个其他东西。对，但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个大的，因为今天孙杨出现了，孙杨来了，巨星来了，就要来个巨大的礼物，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也别搞了，就把桌上所有的礼物同时送出，送了一个人。包总你太大气了吧，桌上所有的礼物，这个是26种我们的产品，因为今年是26周年。是的，5周年。所以我们把这26个产品打成一个礼包，叫锦鲤大礼包。锦鲤大礼包，锦鲤吗？对。把这个所有的产品，所有的产品都放在这里，是不是？送给一位消费者。送给一位消费者，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贝因美的一个亲子锦鲤大礼包了，是价值3000元的，一共有26种贝因美的产品。孙杨出现大不大气？孙杨出来就给我们送一个大锦鲤。哎，我们这26种产品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平时所见的奶粉，还有尿不湿，其实还涵盖了孕妇啊、婴幼儿啊、成人的亲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食品，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也就像孙杨刚刚说的，我们可以从小吃到大。这个就非常好，全家一起享用，一起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觉得这个它，其实不分年龄，哪怕是不分年龄，对，现在哪怕在爷，就是哪怕在年纪大一些，比如像我们的外婆啊，是的，其实年纪大也可以吃，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市场上的一些奶粉啊，一些牛奶有很多的添加剂，没错，它一些这个就刺激啊，包括像很多牛奶里面还放了什么山梨酸钾，不好的东西，对，就是防腐添加剂，因为牛奶放时间长，它怕它腐坏嘛，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的话，这作为小孩也能吃，老人也能吃，就是因为它的刺激性就是副作用，对，非常小，所以贝美就是孙杨。确实很专业哈，特别专业，因为是我们的形象大使嘛。而且在我印象，因为上次我去公司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喝过一个当时罐装，然后那时候我还问过，我说那个牛奶为什么会有点发黑？那当时谢总跟我说，他说因为这个牛奶是经过就是高温的那个杀菌，就是一般就是那个温度要更高。对，所以说它这个里面的就是说这个菌是基本上全部排完了，所以很健康。对，非常好，特别适合孩子。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哎，包总啊，我们是不是要截屏，对不对？截那截屏要刷屏吗？刷屏刷什么内容呢？刷贝因美大麦。贝因美大麦，掌声在哪里？来刷屏刷起来，贝因美大麦。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刷了没有？会有点延迟，所以我们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蓬荜生辉，而且呢还跟包总一起送给我们，哎呀，我们的宝宝们啊，这么大一份礼物，到底这一份礼物能够送给哪一位特别幸运的宝宝呢？来，哎，我们先坐下来好不好？来休息休息，可以了吗？现在大家刷屏刷起来吗？今天我觉得孙杨来了，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应该是爆掉了吧？对，哇，是的，我觉得特别卡，应该是。我们让孙杨来说那个，对，刷屏刷起来，刷屏刷起来。孙杨，你刷说。刷屏刷起来。对。你可以来，然后就说。3、2、1，好，停。哇，这个是谁中奖？好像是四，好想说我自己啊，对。看不清啊。看不清吗？好。我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应该是
对对对，不要把手机，不要把手机录音，对。啊，是 CLWMAIL， 哇，这个应该是 CLW-MAIL 这位选手哦，这位宝宝特别厉害啊，是我们孙杨喊停的哦。所以的话呢，这份锦鲤大礼包就是你的，到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进行一个联系。来，谢谢谢谢。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份礼，价值3000元的。错，哪里啊？是哪里？看不出，看不出。现在还哎，现在我跟你讲啊，这种那个淘宝用户的这个 ID 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哪里的，你知道吗？昨天我们还报了一串像密码一样的，是吧？电话号码加密码什么的全都在里边，不管怎么样，反正呢就肯定是我们孙杨的粉丝，也是我们贝英美的粉丝啊。我们也是很高兴把这一份大礼呢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幸运的粉丝宝宝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呢，今天呢不仅我们要送我们的贝英美的粉丝礼物啊，其实呢我们很多贝英美的粉丝知道今天呢是我们贝英美26周年的生日呢，所以呢也是特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礼物。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拿来啊。这个呢是到时候要送给我们包总的，你知道吗？满含深情的一封信，对。消费者的。消费者，哇，好长啊！那我就简单的说读两句吧，真的。是我们发 email 给我们的啊，你要看一下吗？孙杨是想要帮我们来读一读吗？我来读没问题啊。哎呦，我来读一点就好了啊，读前面两段就好了。读前面，读到这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贝英美的工作人员们，你们好，我是贝英美妈妈粉丝中的一员，跟贝英美认识很久了，两个宝贝都是吃贝英美长大的，大宝叫多多，小宝叫梦梦。第一次接触贝英美是在2014年，大宝12个月的时候，正在犹豫给孩子选择哪一款奶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微信上看到贝英美在组织去奶粉工厂的亲子游活动，我就毫不犹豫报了名。当时参观了贝英美的奶粉工厂之后，现场品尝了奶粉还有辅食之后，我们就成为了贝英美的一员。非常的棒，真的是满含深情的一封信，就是通过邮件发给我们的，也是为了祝我们的贝英美生日快乐。包总，放好这封信，最珍贵的，对，最珍贵的礼物。像我们说的那样，生命因爱而生，世界因爱而美，那贝英美呢也是一直在做适合中国宝宝的奶粉，成为我们中国妈妈的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小生命呢，从一个小宝宝开始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给他们过多的关爱，帮助他们的成长。那我们的贝英美呢也是做到了，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贝英美给我们的中国宝宝带来这样的关爱。好，谢谢。那其实我知道今天包总应该也是带了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孙杨。对，东东，你听到刚才那个细笔声？对，因为我们在直播现场是在一条轮船上。对，我们现在在行动哦，这是我们杭州的唯一的一条游轮，非常巨大的游轮。我这条游轮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在钱塘江上坐船过。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钱江新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奥体中心，嗯，因为这里是孙杨未来2022年在这里会实现亚运会冠军的地方，对，所以其实贝美想非常一个美好的祝愿给到孙杨，希望我们在今天26周年贝美的时候，我们送一块金牌，这个金牌是跟你以往所有的金牌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们金牌在哪里呢？是2022年亚运会，我们提前祝福你能够在奥运、亚运多拿冠军，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的这个特别有含义的一块金牌，是不是？哇，这个金牌漂亮。正面呢是两个锦鲤，一个是大锦鲤和一个小锦鲤，妈妈和孩子。嗯。背面这边是国字一号贝英美，这是代表着贝英美产品的这个国字一号，这个政府国家对贝英美的这个信任和那个我们的科研实力，所以祝孙杨能够在未来的这个。生涯体育生涯中能够多拿冠军，多拿冠军，谢谢。我发现啊，我们孙杨戴上金牌之后就更帅了，是吧？本来就很帅，然后现在就是100倍的帅，最帅时刻。我们也希望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的孙杨能够再为我们夺得我们的游泳的冠军，好吗？谢谢，非常非常的棒啊！那其实呢，今天呢，我们在现场除了我们孙杨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金牌之外呢，其实呢，我们也有。粉丝呢准备了礼物呢要送给我们的孙杨啊，所以今天孙杨应该是大丰收。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可爱的粉丝送给我们孙杨的礼物。对，非常 Q 的一个
扮的，有很好寓意的一个卡通画，对，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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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来看一下，哇，一看每一层都是你哦。对，哦，对对对，你最喜欢哪一个形象？你最喜欢哪一个？给他不会散开，给粉丝们看看，会，你就稍微竖起来，对了，对，给粉丝们看看，哎，看到了没有？上面的。我们的形象哈，孙杨啊，前面最喜欢这个，这个啊，后面最喜欢中间这个，对，孙杨喜欢自己可爱型的啊，对，然后还抱着我们贝依美的奶粉罐，对，特别的合适啊，特别可爱，而且画的真的非常非常的 Q， 喜欢吗？喜欢，这个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贝依美呢也非常的贴心啊，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孙前面有钱，其实我们这次为了回馈孙杨的粉丝。只要是加入贝依美官方旗舰店，就有机会领到这个糖，但是要买奶粉才行哦，我很现实。对，那么孙杨呢，今天会在现场，会有一个签名的孙杨的棒棒糖，就是这个。这个要送给我们的粉丝，我们这位粉丝的名字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说一下，对不对啊？毕竟我们这个粉丝也是给我们孙杨送出了这么。可爱的这么生动的一个卡通形象化，她呢就是我们的微博 ID 呢是奥运冠军的少女心，可不可爱？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她画了这么可爱的画给我们的孙杨，然后她也说了，她一直是你的忠粉啊，然后呢，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把她为您创作的这一些卡通形象化送给你，然后刚好呢，今天呢是我们贝依美26周岁的生日，刚好是在庆典，然后今天我们的孙杨也成为了我们的品牌形象大使。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庆祝你成为品牌形象大使的一个礼物也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呢我们也就是促成了这个契机，那么能不能就有请孙杨在我们的这盒棒棒糖上面签上你的名字，然后我们就把这盒棒棒糖然后呢送给我们的这位粉丝啊，送给我们的奥运冠军的少女心阿阳。哇，好珍贵，我也想要。我也想要哎。能不能再签一个？对，再签两个。谢谢，看一下。谢谢。看一下啊。哇，这个真的很棒啊。棒。好。这个到时候我们就先帮您收着，到时候寄给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也要谢谢了。那么今天呢，不仅我们的孙杨有我们的这个奖牌，其实我们现场还准备了两块，对不对？但不一样，孙杨的这一块是金牌，我们准备的是金币，对，对不对？对，我们有几块金币呢？两块金币，所以我们的两块金币呢，也是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跟孙杨同款的金币。对。那我也希望孙杨是可以用绸带把它挂在脖子上，因为这是世界冠军的形象。我也希望我的拿到这个金币的消费者和宝宝也能够成长为冠军，成为冠军宝贝。所以我们把金币先送给您，然后呢，以后得到冠军以后，再跟孙杨一样挂在脖子上。对，怎么才能得到呢？很简单，截屏的话呢，我们就来说这一句话，好不好？贝依美冠军宝贝。好，然后还是孙杨来截，好不好？好好。好，贝依美冠军宝贝，刷屏刷起来啊！得到了这一块金币呢，到时候就可以成长起来之后，就可以像我们的孙杨一样为国争光，然后成为我们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哇，这个寓意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都希望我可别参加啊！我把我手机拿过来，我可别参加，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东东现在没有哎，这个是咱们孙杨的，对对。啊、哦，就是这样，对。6岁的孩子妈妈。停吧，我们停了吧。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截屏吧，来。截屏，停，可以。停了。好。好，来孙杨来宣布。来，孙杨可以看一下吗？对对对，不要把手。第一位。好 ，TB。TB 617656617653611，对，这个网友应该是哎呦，真的非常非常幸运。那今天孙杨是过来练嘴皮子的，刚才他读了封信，然后现在呢又来读了那么长一串数字啊，也是谢谢我们的孙杨给我们送出的金币，还有送出这么多的礼物，谢谢你。那么我们贝依美26周年庆的庆典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的包总呢和孙杨也要转战到我们的庆典上去，让我们欢送一下，谢谢两位，谢谢，再次感谢两位，再见，拜拜，谢谢。